其实我今天在唱，我在后台决定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今天如果唱这首歌肯定会忍不住，因为我在后台决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哭了。但是我挣扎了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唱。哇，怎么全是我的眼影啊，不是防水的吗？啥牌子避雷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先让我哎，怎么鼻涕都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怎么肥死。